你怎样手指怎么会流血？刮到。刮哪个？刮袋子还是？刮哪个东西？刮到。不知道，他是刮到啊！哎，我看你这个，他转小。啊？没有办法，这个太松哎。转一转。已经全部我们除了黑的以外都滑过了。所有路线？不是所有路线，就是我打算多滑的红线啊，那些什么的，剩下都绿绿的、啊。红的你都完全不会觉得、啊。有一点，但是我后来发现重心朝前就好。裤子要爆了。擦个护唇膏。哎，套在手上，既然衣服穿起来了。叫你放在口袋里是有道理的。现在觉得好亮。对啊，快起来！等一下拍山顶的风景。你要喝口水吗？啊。
插在你那台上。好，等一下我收一下线。那我收线了，再把 GPS 插回去。好的。如果因为要山顶下来的话，接着还是要横切这条路，所以最后一段还要不要减速哦，不然你横着冲又要花点力气，知道吗？右边有一台缆车站，我们会坐上去，从那边滑下来。滑下来的时候呢，接着要横过这边，然后走那条路。总之会路过这个餐厅前面。好，但最后要加速啊。
左边没开，右边有开。山顶那边。拍一下照片。那边吧，在这个后面看不到。啊？不是这个吗？不是，这个不是山顶，这只是隔壁而已。哦、山顶在那，山顶那里有没有看到？是哦。对。哦，那我们这里就要用这个冲力过去哦。过去哪里？那边，在这个的背后有个缆车站。不要浪费这里的坡度。去啊！哦，利用这段坡度，然后当然在这里上啊，然后滑过去啊。因为我看到很多用板子的人都走。哦，因为那一块平的，不知道力道够不够，直直下才有力道。等的就是了吧，那里有红的人，对啊，那里又一个滑过去，缆车站就在那，这里又一个人爬上去，还是这个山顶斜坡滑两次才滑到最下面，我们这个山顶滑两次好了，因为山顶难得嘛，对啊，去排队去排队。去山顶拍照吧，谢谢谢谢谢。我说我要拍两个。可以了，就听哔哔哔，搞不清楚是谁的声音。我们有开了吗？你还没开呢。帮我开一下。还是山顶才开。等我一下，来六。按。不用换卡哈，我是你一半时间哈。我忘记换了。需要吗？不用吧。算了。我的不是不用。12:45，啊，不用，好像要哎，怎么排那么多人？两个人，两个人。所以我们滑两次啊？这个吗？欸，不是，我们不是滑马之背。嗨嗨嗨！到2点而已。不是，不是这个缆车啊。他是讲那条线，我们不会滑那条线，那是一条黑线，马之背是一条黑线。跟着我 ，OK。
跟别人坐吧。哦，好吧。开始就滑红的，查一下我的高炮，我再跑。忘了换你的卡哎、欸。但是我的速度不是你的一半吗？但是你那容量只有32啊。哦。有啦，高炮还在录。为什么会知道？有无线连线。他说马之背两点是这边往右边滑、哦，还是哪边滑？然后那个是条黑线，我根本不会想去。然后马自费是一个没有鸭血的黑线。要拍照吗？我没办法，我的腰力没那么好，看不到后面。出来它很斜，但是就是很斜啊。把它拍一张吧，不用把它拍了。哦，是哦，不要，我有点害怕。第二趟看看。这里还是有人滑这边哎、欸，很可怕，乱七八糟。嗯，乱七八糟。想滑就滑。穿太紧，你看，你看，那是动物的足迹吗？是吗？你看这个，这是吗？可爱哦。啊。这没人滑。脚脚脚，这个这个。它好像身体很轻，还是怎样？我有踩得很轻。就踩不深啊，体重轻踩不深。雾雾的，有被吹的。风吹雪，额头一点点冷。哦，你的帽子呢？帽子在口袋里，只是被风吹雪弄得有点冷，但是现在又好了。然后12点是风最大的时候，接下来风会越来越小。46号，前面45号，所以我们坐到47号座椅，总共有13根坐到第9根。啊？哦。但是它距离不一样长，它会考虑到坡度，有的就拉长一点。碰到脚脚了，刚一个树根，啊不，树都是水，我的都化掉了、啊，我的是黑色比较吸热，所以化掉了，你的白色比较不吸热，所以还没化光。没有看到
小动物哦，想要看小动物。嗯，白天他们又躲起来了吧？还是他们有保护色白色，我们也看不到。我们不会走这个啦，你要。你要走这条，你可以走啊。晒得暖暖的。嗯，这里也有，这里也有。我觉得真的是动物啊。这里好密集哦。对啊。那狐狸准备把头钻进去，钻。这里卡一大堆人，不知道哪里看风景。好啦，梅池的山顶，我们。没有来过，第一天中午就来到梅池山顶，比我预定的早。好多人啊！这个马自费啊！哦，是这条路。黑色。可惜一点点树枝。好，下面还有个小平台，等一下可以拍那个方向。我们现在还没下去，先。我们要先走这边还是走这边？这不能。没有，这不能，我们没有要滑这里，我们滑那个下去的那条是。对的，要不要拍照？可是树好多，要走的吗？没有，那边有个平一点的地方。好啊，那我板子拖这里啊。不是啊，滑到那边啊，那个平面，那个平面，那个红色衣服停着的那个人，跟黄色衣服的那个人的地方。那边还是有树，我们这边拍一张啊。哦，这边可以先拍啊，一点点。没有，就这里，这里，这里有一个洞，在这里吗？我要走到这个电线杆，那树会比较吸引。反正拖了板可以走走看啊。好像也还好。走往上爬、欸，那是 Cortina， 那边是 Cortina。是哦。对啊。哎、欸，你们不是有个 App 可以拍，然后哦看山的那个吗？啊。You OK？ 怎么了？哎、欸，看到 Cortina 嘞 ，Cortina 在那哎。哪里？你看红色屋顶。啊不要再走过去了，你会回不来哦。
不要扫，不要扫。你要玩吗？我不要玩，不要扫了就好。嘿嘿嘿，好了，看到了这个白马连峰，啊、就很深哦。还好啦。没有，没有要去，没有去，哎、欸，会浪费体力。你刚吃很多东西啊？没有，我的体力很少，我的体力很少。为什么好亮亮到我一下子都看不到？你问我要调色量、啊？你自己去就好了。那我先下去哦。看不到东西、嗯、你要拍就拍啊，来来、欸、你要走过去小心哦，这是风吹倒还是要自己倒？倒了一根，所以我放倒另一根。好好好好，嗯，还好，好，好、啊，那穿鞋子啦。哎，脚，哎，脚。就在这里穿。哎呦哎呦哎呦，
有东西卡住。没有几下。对啊，我知道，还是没把它踢掉。还是没有，奇怪了，是怎样？应该还好。我瞧了，你脚底很厚啦，来啦。很厚。脚底就很厚，哎，很厚啊。看你脚底有多厚。要不知道你脚底很厚。好，那我踢用力一点。有了。嗯，人更多了。这条线吗？还是要再坐一次这个缆车的？这里有风景吗？正前方，好，继续走吧。走啊！好，我先走好了，跟那些人走就好了。拍照啊！拍照啊！超大景在这啊！哎小，好，这个就值得拍了。哎，你就在那里了，我帮你拍就好了。你这样后面超陡的。是谁啊？拉近，是这样吗？什么东西啊？再来啊，再来、啊！耶、yeah! 欸！很大。啊，这一个，啊这样。有了有了，再来啊再来啊！啊，停停！只要这样翻身好累啊、哦，他们的翻身真的蛮费力的。好了。好，换你。我站哪里？你都站着、啊。我站一张啊。好，然后好，这个，哎，这样看好像是一个海星还是什么的，很好啊，就可以拍环境，好好大的山哦，对啊，然后就挡在我头前面，我从这里拍好了。拍你的没关系啊，再来一张。我要当背景。我看看，我也不知道有没有拍到。有拍到你的头。我有拍。
道具哦，背后。OK。好，我已经收起来了，再来。等我一下，好了。好，我要这边。好了。就好了吗？我好怕啊！为什么要这么早啊？因为我们上山啊。不是，我们通常休息完第一趟都会滑绿的，不会第一次就滑红的。先再热身一下，对啊。你不然你可以很横着下，或者是去那边一点，人少你又不紧张了。对啊。还没发你啊？哦，我也好。对啊。好的，可以了。好大哦！你来坐坐。我也要，我也要。这个山好大。这个很大啊。后面还有哎。呀！呀！半身老很想你。对啊，好，其实更下面也看不出来，嘿嘿，那山很大，就是很陡，就只有这一小段。真的吗？下面就平啊，只有上面这一段大概你的弯的话六个弯吧。好，拉一下筋。对啊。好，不需紧张。照自己的节奏，自己怎么滑就怎么滑，放松放轻松就好了。啊？再坐一次吗？这个缆车还会再坐一次啊？现在再坐一次吗？对啊。你可以先滑。在那个树林后面就是缆车站啦。嗯，这个其实差不多跟新野的挖工差不多，对啊。前一点人少干扰，还好嘛。你下我看着你，还是你要我下去帮你录？还是你下去你帮我录？好像不用，都不用，都不用，都不用录。先不要想什么有的没的，先热身就好。这是教学课。好了。哎，我的妈呀！
一出缆车站就下滑到刚那个侧面那个平台。你揪你后退就好了，这样。不过，不错，这种不错。там это самое сейчас встретить не могли разобраться с этим с одним который на гам我也带要吵下去，但是先吵爱情。他不会说爱情怎样？脚麻吗？哎呀，就是麻。我没有麻。你没有麻，我麻。嗯。啰嗦嗦。我的脚趾麻了。不然这个滑三趟也可以啊。这个。这上面就这些人彼此竞争而已。紧张你就穿太紧，脚很痛，脚很麻。
今天的滑板是九点开始滑，中间没休息，十一点吃饭，然后混到混到十二点半，有点晚哈、哦，也还好啦，今天第一天一切不熟啊，小麻，而且今天没时可以滑的红线我们都滑掉了，对啊，只差等一下回去那一段，回去那一段可能不一点都不红，就是我刚刚在餐厅里说我们要沿着那个下去那一段，对啊，那我觉得应该是这一段我们要多滑几次。啊，那今天不用特别重视什么议题，对你来讲，你的话就是今天滑完全部能滑的线，明天开始你就熟了，你就不会紧张了。然后明天你再练习东西。啊，小动物呢？一个都没有。大哥，偷看一下他有没有在录好了。我的有没有在录？有啊，你应该突然听他叫 B B B 才不录之类的吧？还在录啊 ，Live？ 哎，不是，这个是相机 ，GoPro。对啊 ，Live。哇，好好哦！对呀、啊，新的还是比较好。这是不知道那个后来 GoPro 七出来的那一个，它每年都会有个相对应的廉价机，然后它出七的时候，它用颜色来分。黑就是顶端的，然后灰还是白就是廉价的。然后我那时候还没有看他那个廉价的可不可以改。咕咕咕！哎，有人走滑中间啊，了不起！而且他那个是，也是后脚能弯的那种鞋子啊。我刚没仔细看。怎样？滑这里呢？好像不是后脚可以分离的鞋，好像不是。并不想。对啊。那边滑可能很想试。加障碍物，我想不要。反正我们今天已经都滑得差不多了，明天那边滑想自己找路滑也 OK 啊。你就教他在那边滑。嗯，对啊，没办法了。九，讲十次。九。之前是什么？有一种陷害人的问题，要对方先念十次某东西，然后问他一个问题，他竟然不小心回答刚念十次的那个东西。那我们先去旁边的挖工旁边，去到挖工旁边的那条路，你应该不会紧张是吧？很普通吧。他在滑手机，拍照镜。不知道，他每次下缆车好像有小障碍，每次都要叫一声。
那梅花它应该可以直接下去了，它那么早终于停下来了，还是它会从你旁边身晃过去，它就下去了。它也玩那种 Insta 360这样。下去啊！你先下吧。你先下，你赶快哦。你 OK 啊？现在是你，现在是你 ，Go。哎，他不爽，他在笑。说风风，不知道他在拍什么。你可以帮他录啊，你帮他录啊。对啊。那这个再滑，再滑一次好不好？转身再按吧，你手会冷吗？衣服好像也还不错，很悠游，他很悠游，然后他很慢，他怎么还好？他在拉拉拉，还在收，好像好了，在戴手套了。你在放大吗？还是在戴另外一只手的手套？
哦，受不了，我走了。你怎么了？没有按下去。多滑几次好了，这边多滑几次好了，还不错玩啊。你刚刚在上面做什么？手机声。嘿。你说音乐啊？对。但是我们都在这里一直滑，这边到三点半，一直滑，不用等了。好，先上去了，然后我说我们现在就一直在这里滑，不用等，就在这中间逛。那我也一直滑，一直滑。那一根一直在抖动，哎，那种会像麻花卷一样的啊。上一次我们看到有积雪的时候，它也有一种特殊的形状。9点到11点，两小时。看样子的人很缓。
确实中间很缓啊，比较让人担心的是上面这段，然后最后一段又因为前面要冲，所以根本就只是冲下去啊。所以稍微陡一点的是这一小段跟最上面那一段。是通到后山的，有个叫母池梅池自然园的，然后好像夏天都是去那里看看什么思源，思源思思湿地的高地思源的一种景观，冬天没开还是怎样。然后因为那不是滑雪的夏天的嘛，夏天的话就是坐那个箱型缆车到最高的那一站，一直走到刚刚那一个停开的缆车站，然后再坐去后山。我刚刚有仔细看阳光的方向，那边啊，我说划这一个红线的时候，那边啊，就是我不是说早上的话是看到太阳的吗？下午的话开始某些路段会看到自己的影子，会看得到自己的 pose。录影的话，可是我没有仔细看，搞不好今天都录得太高了。你看我现在角度朝哪边？朝上啊。对啊，好像有点太高。你再瞧下来吗？那我呢？你的话永远都是卡最后面，你都不用瞧。那你要瞧下来一点吗？好啊。这样。对啊。有稍微朝下一点点吗？有吧，我那这样有两格的感觉，还要再下一点吗？对啊。因为我都会往前弯，所以应该都看得到雪道。很多人在下面树。我的左脚要被树枝碰到。觉得脚很酸吗？还好。我在想我们选几点的时候才滑到最下面。对啊。没有，看一下我怎么样。镜子里。哎呀。那我觉得应该是一定三点开始挑战，连续5公里不停下来。哈。算是了，突然间想睡觉了，你看吗？是还好。中午的时候最想睡，现在还好，不过现在还蛮暖的，晒得暖暖的，很蓝耶。今天这样子预报还算是晴时多云，那蓝得要命，紫外线破表。他穿好鞋也刚好了。
你们要是去这个别的吗？是后面的酒店。哎，别别别！我来接你。せめてあのこっちの iPhone の方に iPhone の方に入れない入れないからファーウェイで例えば取り込んで送ってもらえればそれは入れたんだね。
I take it back. Thank you.
计。超越一圈了吧？嗯。对啊，你摔跤。轻轻的吗？现在有一点点痛。哎呦！
人的。
怖い人が高いと思う。ないけど。こっちはもう比較的安い。啾啾啾！应该是，时间差不多了。是不是没了？他有在录吗？看不大清楚。我觉得好像还在录。那换一下也好。啊，所以还在录哦？好像还在录啊，没关系，我刚帮你换一个。然后万一都烂没好，就什么要不要滑到下面去了？还是？我也不知道。我要继续练习耶，我要克服这个东西。哦，这样我想一下，这样换可以吗？应该可以。开始了哈，那你继续练习。我是一直都没看到赖，你有看到他吗？你还不想练了？没有，我没有不想练，那就继续练啊。你看到他就也不知道，这边最晚到三点半，我们就滑到这里结束好了，要不要？哎，等我一下，我忘了帮你插回去。GPS 有没有充电？也一起的，我顺便检查一次，应该都有吧。全都开着。好 ，OK。你够。对啊。划算的。今天最漂亮。对啊，用肉眼看这个时机。其实我们不是肉眼看，我们还是隔着雪镜。这个也太亮了。对啊。哇，雪镜还亮。对啊，习惯了啦。好 ，OK。要遮好。我都有遮好。都没看到他哎。奇怪都没看啊！我刚看到，然后上面现在有一个人坐在斜坡上，我不知道是不是他。你要休息吗？那就走了。晒得热乎乎的。
你很慢。然后就跑了，跑在你后面有点痛苦。因为你一直刹，所以我就只好一直刹。干嘛这样说痛？开啊，自己走自己的路啊。刹就刹很累啊。你自己脚伤的原因也是类似啊。Do that trial? Trial? To the left? Yeah, I'll just get what he's doing or something like that. Alright, take a little bit of money from the left. Yeah, keep the money with the left. Wait, can you just give me a quick stack? Keep it in the stomach or the bum? No, I think I'll spray it now.我在看其他人的 pose。那我帮你录这一次哦。你啊，朝右转的时候都三请。
很多趟哦。我就知道，不然你不知道跑去哪去？你冲去哪边了？不是那边吗？只是比较边边，因为好多充血啊。这下去这是对数吗？啊？最右边。最右边了。你反正都在哦那边哦。对，那很多充血号码。嗯。刚刚旁边那个。对。下面那个大哭，就直接插进去。他们要爬出啊！我也不懂，我需要配啊！我们现在，我们就一直滑，一直滑，一直滑。换记忆卡。OK。因为我就上来，阿美就冲到最右边，然后那很多同学要滑过来，他刚刚就脚很痒，然后就去冲旁边那个，就下面是个大窟。那多低啊？就是最后面、那個。到这边了、哦。对啊，最后面这边。然后它下面一个大窟哦，我是全把你们这样插进去。你不要掉进水里就好了。它没有水啊。嗯。因为很多人滑过啊，所以看得出来。有很多人摔进去啊，对，是吗？你有看到吗？不知道。可是 ski 不会啊， ski 就是基本上还好。嗯。因为那个应该是过龙都是 ski 弄出来的。然后就是比那个房子还右边吗？没有啦，在那边的左边一点，就在那右边。哦 ，OK。因为那边几乎没有人路过去啊。那有个白色的房子吗？对啊，我就说白色的房子啊。对对对，白色房子那边。我是说你在。比那白色房子还左边啊？对，就刚刚那个是比它的左边。那还是滑道吗？搞不清楚。是啊，因为只要上面 lift 有开，其实它下面就可以下来。是没错了。对啊，只是所以你说哭在哪？哎、欸，就在那里，就在那。哦，看吗？他看不到啊，他很认真哎、欸，他认真，他在做重心练习 ，OK。他只要习惯了，明天就会好了。好、哦，在那边冲水很好玩的，要不要去玩？嗯，有啊，我现在在练习大的速度快的大弯。哦，所以你们都会有课程说你要自己练什么这样？是也没有，但是要进步的话，一定对啊，就要这样，一定要有一些东西，嗯。就是没有请教练的话，就要自己找课程。对。那我跟在你后面了、啊。真的吗？你要去那边吗？对啊。我没有很快，在那边就是、哦、就是确保要冲过过去就好。哦，那我应该不行。你是说那是真正的松雪吗？不是乱而已。蛮松的哦。如果超过十公分，我不会滑。不平啊。如果只是乱，那还好。我会说不会很深。很深的话，我会瞬间没有到那么深，没有到那么深，这样子而已吗？只是跳跳而已吗？好，那我就可以，反正你先滑过去，我看着。因为那边有斜坡，所以一定有速度。因为我们学板这趴是没速度嘛，嗯，没速度就要拖白顶。然后我刚刚就有看到一个拖白顶走，我就哦，绝对不要停，就一定要确保。OK， 好，我要下去了，然后就是要冲了，嗯、然后就是冲过去这样。反正松雪，我看它踩下去是还蛮深的，但是你滑过去还好。那个，它不是这种没有人的松雪，它还是有人，但是只是没有那么多人。嗯，没有那么多人，就是几条轨道而已。可能就比较像这样子吧，这样几条轨道这样。嗯，嘿，这种我好像就不大会。不大会怎样？就是没有练习过啊。哦，你会有一种阻碍感，你就把它想象是逛街就好了，逛山。没有没有，我们还没有那么厉害。没有，你不要这么想，我也没有很厉害，反正就是每次像这个，我也是跟人家去啊，不是这一条啦。我说不是不是，就是那个是雪板跟 ski 的不一样，属性不同。雪板是越松越陡越好玩。哦，啊 ski 嘞 ？ski 的话，他要去滑那种松雪要换。宽一点点的板子哦，对，你们的比较窄。
而且滑那个的用的技巧跟滑雪道的技巧不一样。真的、哦？对，所以我说我还不会。哦，知道了。就是重心法的位置不一样。三点，快三点了。对啊，这个缆车开到三点半。对啊，反正开到这个缆车结束，对不对？嗯，我觉得应该算好，差不多最后一个人可能三点二十就可以开始挑战一路滑到底。对啊。那啾啊怎么办？啊？啾啊，一路滑到底，他是最后一个耶。就慢慢滑啊。嗯，那就停下来了。对啊，中间一定要停啊。好吧。我不是说 non-stop 那种一路到底，但是你中间还是要，你站还是要那个啊。嗯，那就没什么了，那就一直滑一直滑。对啊，你是要说不停的那种滑？对啊。哦，也是可以啊。那你可以之后再挑战，可能第四天之类的。我觉得就是熟悉地形之后再挑战。这里就还好啦。对啊。这里我一定要滑的红色，我们都滑过了。对。对。没关系啊，好好笑，我就站着。那我先走了，我先走了。你要去最旁边的哦。我去看一下，我先去上面看着，我不会下去。好像还好。对啊，看起来还好。嗯。你要切过去。嗯，那我不要。啊、那我不要。我不要。对啊。不要什么？没有，我没有要过去那边。我顶多到树那边差不多。哦、你试试啊，你试试。对啊，我要一点点试，不然的话。对啊，你先一点点试，因为我不知道你的班级。没有，这个怎么那么深？啊？什么？我是戳到别人的洞，吓我一跳。我就觉得，哎，这个怎么那么深？你要过去到树那边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就是白色房子的左边就好了。对啊。好啊，那我先过
鱼钩。妈酷吧！尿红了。まっすぐ。まっすぐ。あの木の道あるじゃん。木の木と間の。休息吗？他要去找富哈宝广场，在第三检测。厕所？他有绑头发的件。然后我们等一下去滑别的。对啊。好不好？滑别的了。当然啊，就要下去，我们直接去休息区啦。好，先尿尿，先尿尿。对啊，这是休息就对，先休息，然后接着就滑下去的路。我起不来了。那叫腿力很好。
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怎样？大的也练，小的也练啊。其实都是一样，感受自己换重心的那个感觉。因为你换重心的时候，那时候要敢站得起来，所以都是要练习。而且换的时候不能把重心换到山上去，要逼自己重心一直朝山下。偶尔会忘记就是了。好，可以帮我弯一下，好吗？第一天就这么操？很操吗？有，也不是，就是视野还好，就是一直滑，一直滑，一直滑。这怎么好像有一个洞？也不是，本来就有一个。没差，我们刚刚也是走右边。啊，尿尿喝水，喝水尿尿。要怎么的？你是说要东西放桌上吗？哦，你说不用。都可以。那就坐这里就好了。你先去啊。你先去 OK 啊，是。好啊，就全都脱下来休息一下。怎样？